而家跑緊嘅係 Border Collie 邊界牧羊犬。咁我哋嘅本地繁殖犬咧有五隻入邊咧，我哋會揀最佳兩隻嘅。第二隻係 Bossa， 第三隻係 Chow Chow。所有其他獲得獎的狗隻都可以在離開的時候在 reception 度攞狗糧贈品。咁評判咧就揀咗兩隻啦，而家。一隻是西斯狗，一隻是 Boxer。 現在評判就會看看他們誰是第一誰是第二，去奪得我們的全場最佳本地繁殖狗的第一名。評判現在頒發全場最佳本地繁殖狗第一名，由 Boxer 奪得。第二名就是西斯狗的。咁第223届全犬总冠军救治就已经圆满结束啦，而家将举行224届全犬总冠军。